疫情来了以后啊，三年前都是很静的，没有人来这里，一开放了就来很多很多人了，啊，人家很高兴的，跟以前的差不多。啊，泡龙节一来了，我都50多岁了，跟小孩子一样的心情，非常舒服，非常好，我就喜欢这种热闹。外地的朋友更多了，对我们来说是比往年更加开心、更加热闹的。非常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，这才是我们槟榔人的节日。今天这里的人特别多，而且很热闹。对，就是刚我们在那边看了很多表演，有那种舞狮子的表演啊，还有那些舞龙的，那些龙已经摆出来了。